今天有两个东西要跟大家讲。第一个东西就是新主题即将来了，好不好？即将来了。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新主题的那个画面像。新主题它前面的事前宣传影片给大家看一下。就这样没了，这么快，我只看到很多都没有动。再看一次，怎么那么快啊？看到下雪了，看到下雪了。哦，雪停止的时间，困宝停住了，环宝也停住了。哦，那是谁呢？新主题，好，这是简单说就是12月22正式推出这个主题了。那推出的时候会获得这台爆裂的 SR-XV1， 爆裂的、啊，它也是特别款 SR-XV1 这台车、然后再来好像会送一些活动的东西啊，这个到时候大家期待一下。这个好像应该是看起来好像是实体正品啊。对，这个如果大家有在玩韩版的话，记得要登录一下、啊，因为这台车看起来蛮帅的 ，SR 爆裂 SR， 我记得好像没有爆裂 SR。插款就是插款的这种类型的，然后它是出 B1 款，我觉得这个车到时候我们一定要来试试看，一定好玩。推出的是这个 Lancer Bus 的这个冠军车跟新角色，我看到这个新角色是痞子妹，那、什么没声音？然后再看一下，有这痞子妹声音是一样的、啊，愤怒、眨眼、爱心。很可爱的、啊，然后看它车子的部分，这个是活动车啊 ，Lancer Bus V1W4， 然后看它的性能，甩尾1010啊，加速度1024，弯道是947，持续时间是9250，然后集气量是560，就大概是纸框等级的一台车子。那等一下我们来实测一下，然后它的超越的类型是 S 型 ，S 型就是。快速爆就是超越会比较快一点，但是它那个持续时间比较短一点，这是 S 的一个类型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好，我们来实际测一下吧。291哦，291还不错哎、欸，我记得传说车好像是291还是292，也差不多这个数字啊，这个大直线，感觉这台直线快的车子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过这个弯，看一下这 U 弯速度，110多，比较稍微慢一点。它不是一台滑车，透过我们 U 弯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它不是滑车，就是比较稳的一台车，比较偏正规车的这个甩尾啊，110多，掉了蛮多的，对啊，大概有110-117。好、甩甩甩！哇，好像有点空甩，但是看起来没有翻车，还不错啦，稳定性是还可以，在一个落海真的。缠起来啊！我应该玩那个等级赛的啊，来不及了。来来来，冠军车在这里哈，想干啥？内内啊！我停。啊！再编一下，可以哦，蛮稳的。我是破坏者，你看他很生气。哎，攻心了，攻心了，攻心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。呜！他很生气，我感受得到。啊！攻心了，攻心了，惨死一台！这个带气球的，很想夹、啊。可以吧？这个碰撞好像还可以。这个停车零分，拖一个外甩内好了。哎、人呢？
上公园。可以啦，我这个戴安全帽很像 F1 赛车了吧？哎呦，烧到！说实话，我这样跑有点不太习惯。然后习惯一下，哎，怎么突然倒光光？问号。滴滴惊！这车是买产包的，有没有送我不知道、啊。我卡，我放在这里好了。它是短爆的，我想要放在下面看看，啊，放在上面看看。然后这个脱漂，它这个脱的感觉就很稳的那种，是滑的，感觉脱不了很高的时速。走左边一点啊，不让它吸。哎嘿嘿，我不让你吸回去。哇，你吃到蓝了。没问题，然后开重机，等下再玩好了。哎呦，哦，一二三四名哦，哎，你怎么死啊？我是一个助攻手。助攻是我的本分。好一个卡蓝，哇哇哇哇！不小心放了两只上去，队友撑一下，哥哥等下就来了，拨一个，倒两个，倒一个 ，TC 啦，快找队友，后面我扛伤害，你快跑，加油！摩托还要过，摩托还要过，嘿嘿嘿嘿嘿。好，你先进去，你先进去。好，看你怎么过。哦，你再进来，我假咯。对手很凶。没招了，兄弟，你还有超越吗？哦，他还有超越，我靠！干！哎，没事。还有队友的第七哦，这是台湾服啊，怎样？哎呦，想要跑赢队友，先过我这一关。夹，我这个看起来毫无章法的跑法，吓死你们了吧？这个前面好像被酒醉啊，怎么一个蛇形一直甩尾啊？啊，鞋带，那、啊、你看手有过法，好烂！我走后面的跟着我走这个地方，队友自己人，啊，队友掉了。然后就追前面这个，哇！队友死光，啊，没超越，队友直接 out 了，没办法完胜了。哇，没拉。吸不到尾的 ，BBQ 了。